奶大就能臭 ET 吗？我哪有臭 ET 啊？干，我跟 ET 也是妈鸡的好吗？好啦，没有到妈鸡啦，也是有认识的好吗？我们之前还有分享过那个心得，我之前有去就是问他就是做脸的那个心得啊，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是有考虑，我那时候我也是有考虑要去弄鼻子，我有去跟他问一下，然后我们有交换一下心得，我觉得他就是做的蛮成功的，挺漂亮的，长湿疹嘛，对啊。